今天带大家看看小学生放学都吃啥。那姐姐这卖的是什么？这全是炸的炸吗？对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鸡腿排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五角星。五角星炸的吗？这也是炸的。还有汉堡。对，汉堡、鸡肉卷都有。你一般在小学门口这样摆吗？是的。这么多东西全都是一块钱是吧？没有，有一块的、两块的、三块的。这些大的就比较贵了。嗯，对。拿个汉堡吧，拿个汉堡。一根这。一根心。炸的。这个多少钱？16块钱。这简直是个百宝箱。小朋友，你天天在这买吗？觉得这里的鸡腿好吃吗？啊？还行。还行。买这么多，你吃得完不？对。这一看就是小学生的花袋。现在小学生一天都有20块钱了，小朋友，你一天有多少钱？一天有多少钱？我有个小，我有个钱包。你有钱吗？1块钱。想拿就拿。还买了一块小蛋糕，这个看着就好吃，汉堡个头挺大的，就是吃起来有点干干巴巴。炸星星还不错，要是又再多一点就好了。蛋糕是最好吃的，奶乎乎的，一点也不腻。大家路过这种学校门口的话，都可以试试，说不定真的有惊喜。